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来继续欣赏《王者荣耀》里面的英雄语音台词啊。今天准备欣赏这个妲己的。妲己虽然说皮肤比较多，但是其实语音就只有两套啊。新的一套是那个热情三八啊，热情三八。那好吧，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个语音台词。那如果大家要想欣赏更多英雄语音台词，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一个解说，然后回复英雄名称就可以有这个英雄语音台词回复给大家欢赏。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一个视频，关注公众号我一个解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妲己，呀呵，哎呀，妲己陪你玩，被玩坏了。妲己一直爱主人，因为被设定成这样。弹弹琴，跳跳舞，来张自拍，点赞的是青春哟。别落下你的行李哦，一半是阳光，一半是桑巴。哼，互相和跳舞时老踩别人脚的家伙社交。火辣辣的夏天，火辣辣的我。羁绊是什么意思？可以做梦，可以拼搏，可以闪耀光芒。来，跟我一起说茄子。来和妲己玩耍吧。没有心，就不会受伤。魅力升级。你的主人制造你时，好像有偷工减料耶。努力做主人喜欢的事，请尽情吩咐妲己，主人。全民狂欢。让妲己看看你的心。挑首哀伤的歌，舞出全部快乐。哇呼！为什么会痛苦？一直微笑就好了。尾巴不只能用来挠痒痒哦，尾巴是用来摇摆摇摆摇摆哟。玩到脚了。舞步和热情永不停息。Live your passion。主人的敌人就是妲己的敌人，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，主人讨厌你呢。